个校园演唱会其实都还没有唱过这首，为什么都不唱？这首很难是不是，因为可能觉得毕业，你知道？哦，也是也是。都会唱另外一首，你不知道什么歌吗？再大声一点。哎呦，很厉害，对，等一下因为唱，等一下会唱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这个今天就是处女秀献给大家，这样。对对对，就保留到今天啦。好，你是说之后都不再唱了？也不是，就是 only for 你自己的才要唱。是啦，今天开始以后就可以唱了。好啊，一个人很好，没问题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到的是，我们不要让小龟一个人，我们要帮他找 partner 上台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接下来有一个互动游戏。对，这个游戏很好玩诶。对对对，是我那个主动提供的。对，因为我昨天去录那个这个游戏的这个节目，叫做真的了不起，你们有看过那个节目吗？那个小五哥跟凯乐姐姐的那个，对，就我就觉得那个游戏非常有趣，对，所以想说今天拿来千唱会跟大家玩一下。好，哎，我也是刚刚才学会，那我等一下教大家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可以示范一下，先跟大家讲大概怎么玩之类。好，我们要先选三个人。哎呦，好啊，先选三个人，然后都会跟小龟搭档，而且是不是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？对，今天带来的是那个杨成军代言的第一个品牌，是，对，叫做史蒂欧钢饰，是，对，我们带来非常精美的手链要送给大家。我们老板非常之大方。而且老板很帅，老板今天又来，老板要帮我们颁奖。老板仿佛是我那个特别嘉宾，待会他会带来一首那个天高地厚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一下哈。对，看起来很会唱，他就喜欢唱天高地厚啦，然后煎熬原 key 他也 OK， 对，好 OK OK， 对之类的。那个卡拉准备一下，开始在流汗，想说哎呦要修这样子。好啦，开玩笑。好，等一下我们现在邀请三位幸运的歌迷，然后我们请小龟来选好不好？哎，你要。压力好大，坏人的部分，所以是要选三个人跟我玩游戏，对不对？对，三个人都跟你搭档。哎呦，好哦。对，那现场有人想要玩游戏吗？有，而且还有礼物可以拿。对，剩下的好，跟小龟搭档，然后一起来比，然后我们看谁是冠军。好，那你们首先放下，我想要以一种最显眼的方式让我看到你。我知道最显眼哦，你真的很想玩。那个好显眼，那个好显眼。你真的很想玩，我相信。那个头发在飞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数到三哦，一二，干嘛这样偷跑？二一三，怎么办？来，没得你选啊，我压力好大哦。我选吗？那我可以选那个头发一直飞的吗？头发一直飞的是好，头发一直飞的一个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再来，小龟一个好了。我们前面选一个好了。好。好，点到谁就上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就你拿包包那个好不好？来，恭喜你。后面有朋友想玩吗？后面的朋友。快点！哎呦，怎么办？没个给你选啦。好，给我选哦。那我要在那个三二一哦。好。三二三二三一。哎呦，好紧张哦！好紧张哦！好啦，那个拿加油棒，蓝色衣服的，就是你。好，拿两只，来，你要赢哦，加油！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比较会流汗一点，大家可以稍微等我一下。哎，你们可以聊个天啊，喝个水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总共要有三队上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每一队都是跟小龟搭档。哎，可以上来，可以上来，不用害羞。对，然后我们猜对最多的那一组，对，那个人就可以得到小龟代言的这个非常好看的史蒂欧钢饰，待会老板会来颁奖。Yep， 等一下又看到谁了？很多朋友。又看谁串逃了？太开心了！耶，小龟好帅！欢迎你们。好，要玩游戏对不对？来了，对，三位选手已经在台上了。好，我们讲解一下游戏规则。好。就是两个人一队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可能我待会先跟一位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游戏是这样子，待会我们会有，我们都是三个字的答案。对，三个字、哦。三个字的答案，每一个答案记住我都是三个字哦。然后我只会给你们两个字的提示。对。所以呢，我只要讲一次提示，你们就要丢一个答案给我，我听到你们答案，我才可以讲第二个提示。然后一直就算你不知道，你就乱猜，但是集合我刚刚提示的所有两个字的提示，对，你一定会有答案。好，我觉得脑筋要很快耶。来，我们上来练习一下好了。比如说他给两个字提示，我要猜三个字的答案。对，好，譬如说，好紧张。哎，我要公布答案吗？应该。那我要怎么？好。哎，这个东西啊，反正我待会讲，你们说不定就知道。来，两个字，好，开始哦。好。而且我们这是限时两分钟哦，你两分钟之内答到最多题的，就可以把史蒂欧的钢饰带回家。耶。所以你不能犹豫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好，红色。消防栓，哎，怎么这么厉害？
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我在后面跟你蕊过。啊，那再一题，再一题，哎、欸，大概就这样。好，再一题，再一题。啊，我想一下。好，离婚。离婚。切结书。金钱。金钱，金钱。哎、欸，他们答对了。欸、你们好厉害、啊。欸、你们好厉害哦！掌声鼓励一下。对啊，我反应超慢的哎、欸。好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游戏。你们三个 OK 吗？好不好？好，那好我们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好难哦。这个很好玩，好有趣、哦。好，那我来帮他们，我来帮他们。谁要猜啊？还是我给提示你们猜？好，你给提示他们。下雨了，真的假的？不是，大家小注意一下哦。好。好。谁提示谁猜？那小龟给提示他们猜。好 ，OK。然后看哪一队，哪一个人猜的最多，就可以把我们的石头带走。好，这位就这位好了，长发美女，来，我帮你拿麦克风，然后你想到什么就直接讲哦，这样你才可以得到很多提示。那就两分钟，而且你可以在两分钟之内确定可以达到最多提示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要给我看。啊、哦，你先看那边，你不要偷看答案。你不可以偷看，然后大家都可以看，对不对？你们也不能说，不可以打 pass 哦。好。嗯。结果马上念出来。好紧张哦。好，来，先看这一题。好。看到了。准备计时喽！我跟你说，你站那边好了，然后你转过来，啊、对对对你转过来，好对，然后这样大家看得到，我也看得到。好，预备备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计时两分钟，游戏开始。很凉。冷气机。夏天。电风扇。答对了，再来再来再来第二题。好，第二个seven。全嘉宾快点。三个字三个字。那么多字啊。提神。蛮牛，蛮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蛮牛是蛮不是蛮牛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啊，星巴克的星巴克，好，黑咖啡，接近接近，冰咖啡，装它装它，咖啡机，装的装的，咖啡杯，答对了，再来。煮饭，电锅，三个字，好，煮饭，然后妈妈，炒菜锅，答对了，太大声了，有 pass 不可以 pass 好，再来，好，下题，旋转，旋转，电风扇，果汁机，干净，干净，干净。干净，旋转干净。扫把机。第三个是对的，然后服饰，服饰。答对了，哎、欸，两分钟这么久，好难哦。扫地，扫地，扫地。吸尘器。答对了，再来。好，再来哦。哎、欸，停了。好的。两分钟时间到，总共几题？五题，那么厉害！掌声鼓励一下！掌声鼓励！哎，五题很难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三题都你们贡献的吧？不可以讲啊，好不好？然后好，我忽然觉得我不应该玩这个游戏，因为为什么好难哦？我要想提示，真的好难、哦。你有看到我的汗吗？哎，化妆师，化妆师 ，excuse me。没关系，来来来，好，五题哈，五题来，我也好像很轻松嘛的感觉。因为声音分贝都超大的、啊，太厉害，太厉害了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颁奖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邀请一下我们史蒂欧的老板。对，史蒂欧钢饰的老板带来一首《天高地厚》。掌声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了，我们要请老板颁奖。耶、yeah, ，大家要运动加精神哦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。耶、yeah, 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老板，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？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们史蒂欧在梦时代的。没有在那个啦，我们这个算是很多很多的百货的点，嗯、其实都买得到我们的。可以上网搜寻。是的，而且其实，在我的粉丝团啊，有时候都会看到我会 PO 我戴上我现在戴的饰品，什么都是史蒂欧钢饰。好好看哦。对、嗯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。好的。嗯，这个东这个算是非常高贵的那个小礼物要送给他。对，手链一条哎，太棒了！谢谢来来来，我们进行颁奖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镜头。好，一起拍个照。好的。那边吗？好，哪里哪里？那边那边哦。Oh, 好，我们先拍一个官方版。先拍这边，先拍这边。官方版。对，官方版。好。好。然后你的这里对不对？后援会对不对？后援会。后援会。耶、yeah, ！恭喜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也
谢谢我们帅气的老板。不是把时间交给他要唱歌的意思就对了。那个准备好了。开玩笑啦，他应该满头汗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好了，另外两位，好了，我们来跟小龟合照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合照一下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谢谢你们，好，也很厉害了，一起加入，好好好。来来来，看前面。OK， 耶、yeah, ，好的，谢谢三位，谢谢，好，摸到手就很开心了，嗯，谢谢你们，好，好，再次请小葵到台前来。是研究所吗？开玩笑的啦，国中对不对？高中，五专你保养得很好哎。哪一间啊？五专。嗯好、oh, 哦，对，刚刚去唱过，对不对？对啦，那个冯冯、嗯，对不对？哇，都记得。那我去福音的时候，他们超热情的。啊哈啊哈。对，所以这个也是感谢大家，很多毕业演唱会跟大家见面这样。对，因为有一首歌也非常适合送给所有毕业生。是、嗯，然后今天带来第三首歌曲。对，这首歌就是关于朋友的歌，所以你如果今天是跟你的好朋友来的话，嗯，其实也希望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你的好朋友，然后叫做。友情茶，希望你会喜欢，干一杯啦，掌声鼓励。